现在疫情严峻，记得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，出门记得佩戴口罩、喷酒精，配合政府及商家的实名制，也可以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，或是简讯收件人输入1922，再输入15位数的商家代码，还有记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。台湾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这集是搁置很久的系列，就是推荐频道系列啦。这集是推荐频道的第11集。这集要推荐哪个频道呢？第一，有拍《Minecraft 小全堂》；第二，有教红石机关的实况组，到底是哪位呢？废话不多说，我直接公布正确答案。就是贾克白啦，我从以前的频道就有关注贾克白了，到现在都有在看贾克白的影片。我是从贾克白的《异惑门》这部影片开始看白白的影片，在我录制影片的这一天，贾克白的订阅已经来到42.4万订阅。喜欢玩 Minecraft 红石的大家可以去看巧克白的影片哦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喜欢这一集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以及留言跟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巧克白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